原本啊，对于念书与学校根本就没有什么兴趣的刘俊彦，却因为老师的静思与教学而改变了他的叛逆。除了加入慈青社，毕业之后呢，也投入了他最爱的餐饮业。本身也是吃素的他，今天就要教大家制作非常特别的日式素食，想让大家知道素食也可以如此的与众不同哦。天空带来来欢迎这一位，我们要叫他慈青学长刘俊彦。你好，你好，爱珍妈你好。哎呦，听到没有，叫爱珍妈。然后呢？全球观众朋友大家好。哎呀，你们不要看他这样害羞呢。告诉你，人家是不是大厨师哦？很厉害哟、哦，可以告诉大家你几岁吗？今年27岁。你看，才27岁。他现在已经是做这个日式料理的大厨师了，对不对？对。为什么会做日式料理大厨师呢？等一下来跟我们说故事。而且他今天旁边呢、站了好多人，他的压力很大，因为上面有你的学长，对不对？对，也是慈青学长。对。然后还有一个那个师伯兼老板，哦，还有同事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很大的阵仗。那你今天做的是什么料理？吃素陶锅拌饭。日式料理。日式料理。好。吃素陶锅拌饭，我们就来看一下呢，要准备什么样的材料跟调味料。时蔬陶锅拌饭，材料有素肉燥50克、红萝卜半条、小黄瓜半条、玉米粒50克、海苔丝少许、白叶豆腐60克、坚果30克、白饭180克。调味料有酱油露40cc、麻油少许、杏鲍菇拌酱20克。好，我们看到了材料跟调味料，来。开始要表演了。先来，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我们的静思文物的那个综合坚果。那我们先来出那个切那个坚果，就切一半就好。哦，只要切一半就好。对，切一半就好。你为什么会去做日式料理？日式，而且是素食哦。就是从小爸爸妈妈他是做那个小吃店，所以你从小就会跟着爸爸妈妈帮忙吗？对，帮忙，因为在家里我是排行老大。哦，对啊，然后责任心就会比较重啊。那你是从几岁就要帮爸爸妈妈小吃店做一些事情？大概国小的时候。从小就在家里当学徒。对啊。对不对？对啊。那什么时候开始可以切菜了？切菜大概国中的时候，国中就可以切菜，对，国中就可以。有切像这样子的境界？没有这样子的功夫不是在家里练的？不是。然后呢，再来切什么？我们来切小黄瓜。小黄瓜好。对，小黄瓜也是切那么细。也是切这么细，一样也是先切片哈。切片之后再来切细丝，对不对？恰恰恰恰恰恰恰，好，你看马上就切好了。好，这个功夫就是在这个师伯的店里面才开始练嘛。公司都会有那个员工训练。好，来，我们现在这个该切的差不多了。多了，对。差不多了，现在要做什么呢？我们先来穿烫这个红萝卜。好，来。哦，后来你就去上餐饮课，对不对？高中的时候就是因为家里的关系，所以去就读餐饮科。哦，就读餐饮科哦。对。那是因为你自己有兴趣，还是爸爸妈妈希望你做？刚开始是爸爸比较反对。爸爸反对，因为他觉得说做这个太辛苦，所以他很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做这一行。你家是住在嘉义？嘉义。对。那你自己要去考餐饮师，那就是你自己的兴趣咯。兴趣，对。听说你还后来有重考。哦，重考，对啊，就是因为那个高中太晚了。好，现在我们还在做什么？好，现在我们要拿那个陶锅。OK。然后现在我们就是用刷子沾一点麻油的原因是，等一下烧出来会比较香。功用是这样。对。所以只薄薄的刷一层。对，薄薄的刷一层。OK， 好。然后我们现在拿饭匙，还有白饭。那白饭就是没有调过味的。没有调过味的。那如果你想要让那个饭好吃一点的话，可以用那个隔夜饭。对，因为它那个口感又更不一样。比较 Q。比较 Q。哦，
好好好，这个如果自己在家里做的话，也是要用一个耐热陶锅来做。嘿，耐热陶锅。哦，好。然后我们就用饭匙，然后把它压平。你大学后来考的是什么科系？一样也是餐饮。哦，也是餐饮。餐饮系。对。这个是那个。这个是素肉燥。好。其实这个陶锅饭事前作业处理好的话，其实要上桌之前这样子做还算是比较方便嘛。对，比较方便。对。好，大学期间，你觉得最大的收获是什么？最大的。参加慈心社很忙耶。对啊，很忙。而且又是读餐饮系。就是一开始会排斥啊，因为。排斥为什么？因为以前参加那种耕牛那种。因为庙会的话，那个镇头啊，这些是他们是属于台湾的民间信仰，也算是道教的一种嘛，对不对？对，一种。那就会说，哎，慈经社是佛教的社团，对不对？那刚开始是基于这样子的一个原因。那后来怎么样突破了你自己这个挂碍呢？然后就是因为在一场运动会改变了，就是参加了慈经社。哦，这场运动会是什么运动会？就是校庆运动会啊。好，这个也在依序把它摆起来。对，依序。好，那怎么会改变你？我就刚好老师就然后拿一首歌给我听，而且那时候就是还没加入慈心社的时候，脾气很暴躁。他就很自然而然说拿一个音乐给你听。对，然后就刚 MP3 吗？对 ，MP3。然后他说，俊彦你。可以听这首歌看看，你的那个心就会比较静。然后就听了之后，就刚开始就觉得蛮好听的，对。然后后来听着，然后就心就慢慢静了下来。然后当我们把这些材料都摆好之后，我们就要来直接放在炉子上。对，放在炉子上面。好，其实这些食材差不多都是熟的了。对。那通常像这样子的话，要烘多久时间？大概3到5分钟，然后现在就加我们的酱油卤。好，这时候加下去。酱油卤，对。从中间加。哦。好，那大概再给它烧个30秒。30秒就好。对，就要当它那个酱油跟饭粒结合在一起。然后现在我们这个是非常烫的，对，非常烫，所以我们就用那个防烫夹，对，然后又夹起来。好，耐热陶锅就像是我们如果是中国人吃的那种砂锅，耐热砂锅也可以这样做吧？那可能厚度要厚一点，要厚的，一定要够厚的，因为它直接这样烧嘛。对，那我们来加那个坚果，补这个洞。好，然后再加最后再加我们的海苔丝，海苔丝再加在上面中间。哦，好，其实时间很快耶，所以如果说是在家里面做料理的话，自己这样做也是 OK 可以吃的。对，所以在要吃的时候，我们才把全部拌在一起，然后就可以吃了，对不对？就可以吃了。那至于为什么？这个会进到这个是景丁的日式料理里面去当厨师的话，这个也就是跟你参加慈心社有关联了，对，有关联。所有的因缘是这样连接，对，连接的，对。好，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呢？我们就让你在做下一道料理的时候来跟我们分享，你接着要做什么？接下来要做又香野菜凉面，很好吃。我们现在就让大家看一下要准备什么样的材料跟调味料。又香野菜冷面，材料有罗曼一颗，紫包心1/4颗，红卷叶1两，广东 A 菜1两，苹果半颗，圣女小番茄3颗，素肉燥50克，素丸子3颗，白羊菇3朵，玉米粒少许。调味料有柚香和风沙拉酱100cc。然后这个你要怎么做呢？好，那我们先来烫面。面要先烫。对，面要先烫。乌龙面。好，你刚刚就在讲说，会到这个景丁师伯开的这个日式蔬食店里面，好，那是因为你参加的慈心社。对，就是参加一个营队，然后刚好有一个因缘，就是说那个新竹这边有一个师伯开了一家日式料理店。然后是素的，对，哦，然后现在把面就是冰镇，所以你们在店里面所有的面这样子捞起来以后，马上就要进入到冰水里面，对，
那个时候你就说听说师伯有这样子的一家店，对，然后你那时候就想要来工作吗？有先来看一下，对，然后他们那个店的整体的设计也都蛮不错的，很日式，很日式，对，看起来小小的，然后旧旧的，可是就很有那种 feel， 对不对？对，就很有那种 feel。哦，好啊，这个要怎么办？泡在这里吗？对，泡在这里。好，我先来，我来保管。好，然后再来一次要做。再来，我们来切那个生菜。好，就要切成小片。小片片的。对，小丁也可以。后来怎么会就是有这个机缘跑来这个景丁去做厨房？厨房，因为就是本来应征的时候，就是大家很希望我去外场。外场？对，可是我的兴趣还是在内场。因为你学的是餐饮呢。对呀、啊。对。所以你喜欢在厨房里面啊？对，就喜欢在厨房里面。大家希望你去外场哦？为什么？因为比较高吧。哦。对啊。个儿高的小帅哥来为你服务，对不对？哦，好，那可是因为你自己真的会做料理，所以你还是喜欢进厨房。但是因为你们在大学学的，就是什么都要学，就多元化，多元化，而且不是限定是素食，它是荤的什么都要学，荤的素的都要学，对。那你怎么去争取到厨房？就因为以前有在饭店实习，实习的，对，实习的。然后刚好是有一个老师，他觉得我蛮优秀的，所以就介绍我去那个台北的饭店。然后呢？然后在饭店就是比较辛苦啊，因为就是从早到晚，譬如说像跨年啊。哦，你是知道跨年？对，也是你们最忙的时候。对，也是我们最忙的时候。其实，在饭店服务本来就是没有所谓的任何的假日嘛。对啊。对。那可是，在那里确实有很好的一个实习经验哦，操作经验哦，对不对？对。然后这个也是要切细丝吗？苹果？苹果丝，对。其实也是受过了严格的训练。对。那可是像这样子的话，照理说也会在毕业之后就继续留在，能够有机会就留在原来的工作，毕竟那是一个大饭店嘛，对不对？对啊。那可是后来就没有哦。就没有了，对啊。就是先去当兵嘛，是，然后当兵完之后，先去那个一个集团上班，可是他们就是吃的那个员工餐不是素的、啊，员工吃的不是，对，员工吃的不是。你那时候其实已经吃素了，那时候已经吃素了。今天这个羊菇我们就会先在家里就是处理过，好，因为这个还要炸过的。是，羊菇也是切成这样子小丁丁，小丁，对，然后再。用炸的是不是？对，用炸的。哦，等于也是一口一口的这样子。对，一口一口的这样子。好，然后我们这个是已经炸好的了。炸好的。对。好。然后这个差不多的东西了，都已经差不多了，对不对？差不多。好。然后现在小番茄也是要切。对，也是要切。感觉上说，这些都是比较大的，像饭店啊、连锁店啊。对，连锁店。它毕竟其实可以学到的东西是蛮多啦。对。可是像你是真的就是。很想要这个，不管是服务的对象，还有你自己本身，你都是想要吃这种单纯干净的素食。对，就有这样的机会可以到景丁。对，刚好有这个因缘。有缺人是不是？有缺人，刚好那时候有缺人。嗯，对。哦，那就赶快了。那就赶快，对。然后现在你就要组合了吗？对，现在我就要组合。那我要先把这个面给你，对不对？对。然后盘子要给你，对，盘子也要给我。OK， 好，来。然后我们现在把这个面，捞起来。其实像我们知道这个东明爸爸，他是带很多很多的瓷器嘛，对不对？嗯。然后呢，他自己也是为了想要推广素食，他还是尽量在这个员工上面。也就是说大部分都是瓷青，所以其实也是正好因应现在的这个整个的全球暖化。对啊，全球暖化，我们唯一能改变的是什么？就是吃素啊，吃素，然后搭大众交通工具，然后减少碳排放。但是呢，从餐桌上做起是马上就可以，对，对不对？所以说我们只要减少畜牧的量，对不对？对，好，然后我们再来就是玉米点缀一下，
让它微边，然后点缀，让它的颜色更鲜艳。那你们大家现在看到它有没有就像是一个花园？光看这个摆盘的那个感觉，就已经觉得说赏心悦目。好，然后就是搭配颜色，有黄就有绿嘛。嗨，是。对，所以我就把它撒一点点。哎呀，好，然后再来是什么？再来是素肉燥。好。对。素肉燥呢？素肉燥可能要切细一点点。哦，要这么精致，它已经够小颗了。哇，你们有放假的日子吗？有啊，有放假。礼拜几放？平常日。平常日假日比较忙啊，对。假日比较忙。对。你们店里有休假日哦？欸，没有。就是全年无休。全年。但是你们自己轮休。对，我们自己轮休，排班制。哦。对。所以说，如果大家想去吃的话，任何时间都可以。对。对不对？好。有。素丸子。好，这个如果说自己不会做，我们也可以用。其他的菇类来代替，对，炸过的也可以。好，那如果你不喜欢吃羊菇的话，也可以用杏鲍菇或者香菇。好，这个都可以变化。对，都可以。但是旁边这个野菜呢，我们就选那个五颜六色、各种漂亮的颜色。好，我们现在看它这样子摆，我们就觉得好像在做园艺造景。好，然后再来加什么呢？最后是加上我的那个苹果丝。好，你看，我们看到这个孩子这样子。做出这么美的料理哈，还有这个啊，这个是女主，这个是主角哦，对，这个是主角。好，哇，想不想吃？当然，如果你要到新竹来吃是可以了。如果实在你没有办法，你在全世界各地，那就照我们这个孩子特别做的这个方式来自己来享受一下，对不对？对。哎，你好幸福，有没有觉得好幸福？有哈，每天都幸福美满。哎呀，好感恩你哦，感恩感恩。时蔬炒锅拌饭，做法是将坚果切一半，小黄瓜切丝，红萝卜切丝，穿烫备用。在陶锅上面抹上少许的麻油，然后加入白饭，利用饭匙把饭打平整。饭打平之后，再摆入材料的素肉燥、红萝卜丝、小黄瓜丝、百叶豆腐、玉米粒以及杏鲍菇拌酱。将陶锅放到瓦斯炉上面烧到听到滋滋的声音，再加入一匙的酱油露，便可以用防烫的夹子夹起，然后再加上坚果、海苔丝，就可以上桌了。又香野菜冷面，做法是在滚水中放入乌龙面煮熟，再把煮好的乌龙面放入冰水中去冰镇，将罗曼、紫包心、红卷叶和广东 A 菜的叶子切成小丁片之后泡水备用，苹果切丝，圣女番茄切小丁，把冰镇好的面放入盘子中，用生菜围边，在生菜的上方撒上玉米粒、小番茄丁、素肉燥和苹果丝，也可以依喜好放上炸素丸子或白羊菇等配料，最后再加入又香和风沙拉酱，就可以上桌了。大家好，我是社区特派员关嘉宇，这里呢是新竹的科学园区，也就是俗称的竹科园区，又称为台湾系，因为它可是全球啊，这半导体制造业啊最为密集的地方，之一。每天大约有12万人在这园区里头工作哦。哇，说到这12万人啊，每天要喂饱这么多人嘞，想必这附近一定有很多的美食料理哦。现在就跟我一起走。这家位在新竹竹科附近的小吃店，每天早上6点啊就营业，一直到晚上8点才打烊哦。店里供应的菜色也是应有尽有，一定能够让吃素的朋友找到适合自己口味的美食。这些料理是我从小到大我就很爱吃的东西，而只是我把我很爱吃的东西分享给大家，然后这些料理都是我自己
自创的。在摸索的过程，当然会有一些觉得这个味道不对，可是你就是凭你从小到大的一些记忆里面的那个味道自己去揣摩。所以我们也是重复的去加了很多不同的食材之后，觉得这样子的味道是比较搭的，用这样子的食材来搭配给客人。原本从事美发业的陈小姐，因为自己吃素，知道素食者在外食的选择不多，因此呢，开启了这间素食餐厅，想要和大家分享自己的拿手好菜。虽然啊，都是一些家常菜，但是却受到在地客人的喜爱哦。每天早上4点，陈小姐就要起床备料。虽然说周吉面线的煮法大多是大同小异，但是你看看这麦片、莲子、香菇、黑木耳、红萝卜、芋头，点点点点点点，哇！陈小姐的粥里面啊加了近10种的配料呢。我们现在的人吃东西量都可以吃少，但是要吃多种。吃饭就是看起来有很多色泽不同的东西，可以帮助身体机能的食物。就在陈小姐准备好粥跟面线之后，突然啊又拿出了一个模型。这个是要做什么用的？我现在做的这个叫熊猫饭团，那当初是一个朋友给我一只熊猫的图档，我觉得它很可爱，我说那我把它做成饭团来卖给小朋友，应该会很喜欢吃这样子的饭团。我是以前从小到大我都是吃荤的，我是身体不好之后才去改吃素食，那所以我就把吃荤的一些记忆里面的味道怎么样让它变成素的，所以它吃起来口感就不会这么素，但是可以吃到荤的人能接受的味道的素食。哇，无论是带一碗家常面线，还是一个可爱的熊猫饭团去上班啊，想必大家吃完了陈小姐的健康早餐，一定又是充满活力的一天。我点的是面线羹，然后食物很天然，吃的出没有多加什么味精，吃完都不会口渴，也会让那个梨香的油脂想起妈妈的味道。因为我今天点的是健康粥，吃出来会有比较天然的一些蔬果香味，然后饭粒也不会像一些比较煮，就是不会有一些烂烂黏黏的那种感觉。我喜欢吃它的面线，是因为它的面线素材都很自然，然后而且口感跟那个荤食是差不多的口感，所以感觉没有在吃素，这是我最喜欢的地方。这家开在法郎里的素食早餐店，除了用料实在，又不添加味精，真的就像是妈妈煮的味道一样啊！吸引了许多吃荤食的朋友选择它来当做每天的早餐，真的是十分的健康哦。